俾。好。大三没有死，是唐静云救了他。怎么样，修好了吗？来，喝碗水。我以茶代酒，敬你。你怎么会回来的？杨玉婷。哦，还是被你识破了。我是个生面孔，你们有点防备也是正常的。那警察也是你通知的？我是来接杨玉婷的。哦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不舒服？你在茶里面放了什么？我跟你喝的是一样的茶，我怎么没事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那个药。都怪我，真不应该让你吃那个药。可惜了，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。我还真挺欣赏你，因为你是第一个成功从棺材里逃出来的。而且你的武功跟我又不相上下，可惜了，都是因为阿玄迷惑了你。你想说什么，你就直接说。那我可就直说了。阿玄呢，其实啊，是老爷子的情人。你可以不信，因为他是你老婆嘛。可你想想，他那么年轻，怎么就变成了武道会四相授的人物？他又不聪明，身材又不好，办事又不灵光，不就是因为老爷子喜欢他，老爷子宠他吗？你应该信我，我没必要骗你。阿玄呢，其实啊，他是老爷子的情人。他那么年轻，怎么就变成了武道会四相授的人物？不就是因为老爷子喜欢他，老爷子宠他吗？你应该信我，我没必要骗你。
老爷子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雨婷了，我想见见她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可以离开。为什么？你是玄武，如果你走了，人心就散了。人心一散，大厦将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你不可以离开武大会。可你已经知道了，我跟共产党有联系。这件事，我可以替你保密。你犯过的错，我也可以一笔勾销。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离开唐景云，和他一刀两断。我不会离开他，我也不可能要和他。阿玄，人一旦动了感情，心就会变软。你现在的身份不适合有牵挂，更何况你的男人曾经做过警察。国共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，到那个时候你们如何选择，你和他注定就不应该在一起。你想想吧。老爷子，三哥回来了。请。老爷子，配方被警察拿走了，是我无能，请您责罚吧。起来。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只要你还活着，我就心安了。多谢老爷子体谅。唐景云呢？他去饮马河了，就在金宝饭店附近。老爷子，我想去见唐景云。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？如果你还想让他继续活下去，就断了和他的联系，让他死心。最后一面，我只见他最后一面。如果你答应我这个条件，我就照你的吩咐做，否则你们谁也拦不住我。老爷子，我怎么觉得他跟唐景云分不开呢？如果不是顾及雨婷，他早就和唐景云远走高飞了。阿玄的心思乱了，对我们可不好啊。如果阿玄无法决断，那我们就帮他一把，让唐景云彻底消失。景云，你怎么了？先起来。
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是老爷子的情人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我老婆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不是我老婆，你是老爷子的情人。对，我是老爷子的情人。我们夫妻之间能做的事情，我和他都做了，你满意了？你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我恨我自己，又一次相信了你这个骗子！我是个骗子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唐锦云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杨玄武，我不是任淑仪。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个谎言。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的丈夫，我也不是你的妻子。我们不要再互相折磨了。我恨我自己。袁淑英已经死了，滚！老婆。其实你应该感谢我，没想到你比我还狠。把唐景云救出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，我告诉他你是老爷子的情人。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放下，放下。谢彼岸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真心诚意地爱过一个人？我也是凡人，凡人怎么会不动情呢？如果有人不分青红皂白，要杀了你的心上人，
你会怎么做？我一定要杀了他。说得好，我现在就想这么做。哎，别冲动，你应该很清楚杀唐景云不是我的本意。阿轩啊，你真的确定杀死了唐景云？就算他人没死，心也已经死了。你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下车。你下车！真不喜欢你们女人玩枪啊！老爷子等你了。三哥呢？你好，同文书局。唐景云在金宝饭店的河岸上，他受伤了，你赶紧带人去救他。袁淑英，你在哪儿？请你转告唐景云，我找到我妹妹，我就马上会回来的。淑英，景云，你不要怪我。你先出去。是。有两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第一件是关于黎婷扫学行动。啊，我刚刚得到内部消息，证实目的并不是消灭武道会。那不是消灭武道会，还有什么目的啊？是共产党。共产党？军统那边调查发现，在抗战期间，有人利用武道会西北交通线突破了我军层层的封锁，向共军陕甘宁边区秘密输送了大批的战略物资。哦，那您的意思是说武道会里面有共产党？蒋委员长和戴老板得到这个情报后十分震怒，这才下定决心发起黎婷扫学行动。表面上看是要打击走私和反贪腐，实际上是要消灭江城的共党分子，切断他们通往延安的交通线。哎呀，看来
这是要打内战呢。我现在说第二件事，你抓的那个人不是老爷子，是别人假扮的。哎呀，我们又白忙活了。我们？嗯。你真的是我们的人吗？老魏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怀疑我是不是？少杰啊，啊，你我相识这么久了，交情也挺深的吧？嗯，我一直都信任你，你偶尔犯个错，我都帮你压着。哎，我明白，您一直都很照顾我。可是你最近的表现很反常，不得不让我怀疑你。不是，我问你，那你怀疑我什么呢？你为什么烧掉配方？哎，魏大局长，我一直认为在咱们这个警局上上下下属您最聪明，可是您怎么会问出我这样的问题啊？啊，您想想，如果这个配方落在了戴老板的手里的话，一旦被外边的人知道了，那会掀起一瞬间的严重谴责和言论。戴老板这个人做事什么风格，您跟我心里面都很清楚啊。那是要找替死鬼的，我可不想当这个替死鬼啊。您要是想，要不您去？说实话，我也不赞成戴老板这么做。这不就完了吗？可是军令如山啊，我又能怎么办？哎呀，老魏，你要想的话也不是没办法。说，为什么一直护着唐景云，而且三番五次把他放跑，还暗中跟他联络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身份？我跟你一个身份。你是不是共产党？你是不是共产党？共产党啊！我是共产党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是杜龙祥的儿子，杜龙祥跟蒋委员长和戴老板那是有私交的，您心里边比我清楚得很。我就是想加入共产党，他们能要我吗？那你和唐青云的关系又怎么解释？行了行了，老魏，现在你在气头上，我也看出来了。今天你要不把我问个明白，你是不会放了我的，对吧？你必须给我交代清楚，我跟唐青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报告，进来。局长，天河商会的会长杜龙祥来了，他要保释杜慧珍。知道了。是。行了，你看看你那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收拾好了再过来。我知道了。看吧，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杜老板，久仰久仰。爸，嗯，你可算是来了。你知道我在牢里都快把我闷坏了。闭嘴吧。啊，魏局长，鄙人叫你无方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杜老板言重了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也是有情可原的嘛。啊，哎。少杰，快过来。这位
怎么称呼啊？啊？杜少杰。哦，原来你也姓杜啊。呵呵，好巧啊。是巧。呵呵杜老板，真是抱歉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所以就不送你了。不必客气，改天请魏局长家中小聚，略备薄酒，以表心意啊。哎呀，杜老板太客气了。好，我们改日再聚。嗯，再会。慢走。嗯，请，请。小杰，刚才你跟我说的事，他们都不知道吧？还在想唐景云啊？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还情薄，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，错，错。阿玄呐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曾迷恋过一个女人，很疯狂，很执着，可是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就这样一路走到今天，年届画家，再无思念。情爱是年轻人奢侈的玩意儿，等过了这个年纪，慢慢的，心就冷了。你就会发现，除了男欢女爱，还有更多的欲望，可以驱使你活下去。欲望有很多种，但是最糟糕的欲望，就是损害其他人的利益，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你怀孕了？是唐景云的孩子吗？多久了？快四个月。赶紧把孩子打掉。不行，他是个孽种，绝对不能留。其他事情我可以答应你，只有这件事情不行。我要我的孩子。说实话，我也不赞成戴老板这么做，可军令如山啊。哎呀，老魏，你要想的话也不是没办法。杰作，哦，你来了，啊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去做。什么事儿啊？巴拉尼的配方我们已经找到了，就在这个密码盒里。杰作，您太有能耐了，这么快就完成戴老板的任务了。所以呢，你得去一趟山城，把这个密码盒交给戴老板，密码是2437。局座，这件事儿应该让杜少杰去办吧，他才是山城派过来的人呢。我跟杜少杰还有其他事情要商议，所以只能找你代劳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哎，局座，我听说您把杜少杰给抓起来了。哎，你不要听风就是雨，杜少杰的事
没那么严重，况且谁都有可能犯错，不是吗？是，局座。杨爷，老包车。哎呀，全是行，我们也是。好嘞，走吧。红包车。没错。绿色的好，哎呀！您坐红包车吗？来，你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你设计的机关成功了，配方已经溶解掉了。留了一手吧，要不然配方就会落在军统手里了。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嗯，我有个办法，我可以确保配方不会落在别人的手里。这个盒子是铁制的，夹层里的硫酸只会将铁皮的表面钝化，但不会进一步腐蚀。只要我们将附有铁皮的盒子底下钻一个洞，用铁皮给它封上，在你交出盒子的时候把铁皮拿掉，再用木塞子把它堵上，这样硫酸就会慢慢的渗漏出来，把木头腐蚀掉。这个过程会持续一段时间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了，配方也就不会落在他们手里了。不愧是英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啊，高材生。这算什么呀，我会的还多着呢。你说这配方丢了，魏长青怎么向戴笠交代啊？魏长青会把东西完好的交到李守业的手上，毕竟他是戴笠的人，东西毁在军统人的手里，戴笠无可奈何。老狐狸还挺有点意思的。其实老魏这个人吧，有时候还挺分得清是非的，而对我呢，也算是有情有义。哎，嗯，你找到袁淑英和唐景云了吗？没有，这两个人现在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啊，真的不知道是去哪儿了。醒了吗？还没呢。那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行。哎，可别吵醒人家。知道了。哎，叔叔，爸爸，
伙计，来了，给。别动！枪给拿出来！下来！下来！快下来！体型检查，出示证件。证件拿出来。例行检查，听见了吗？起来，起来吧，走走。哎，唐锦云，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唐锦云，别进场，给我站住！哎，站开！站住！站住！唐锦云，跑什么？地方你也来，你小子怎么就变成个废物了？我变成什么样了？我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没有烦恼跟神仙一样，跟神仙一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你个混蛋，给我起来！袁淑英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会怎么想？啊？袁淑英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你们俩怎么了？袁淑英去哪儿了？别再给我提袁淑英这个名字，她是你老婆。这一枪，我差点死了，就是我老婆干的。不是，是袁淑英给方培林打电话，让他去救的你。他说要先去找他的妹妹。你说什么？方培林没找到你，袁淑英也失踪了。淑英真的要救我？淑英真的要救我？淑英真的要救我吗？怎么样了？万事开头难，希望他能扛过去。他怎么会成为瘾君子的？我看他不是那种意志薄弱的人呢。他也是有弱点的，重感情。当时他已经染上了毒瘾，他无法像一个正常人去判断。